赤红池西侧这块草地哦，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它整个跟这个陆地的高差哦，是一两米这样的部分哦。那同时目前的一个整个刚刚所跟各位报告的台北市政府在这边的一些水利的工程哦，那所以可以了解到说，以它的现况来看，跟过去的所谓这个1945年或者甚至更早以前的这样空照图来对照哦，事实上整个环境是有做了一些改变的。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我们针对开发计划内容跟各位做个报告。那这个生技研究园区的这样的整个计划，事实上是我们中医院这边哈，那接受等于说这个负担起国家的一个委托的任务哈，那最主要是未来呢，希望是针对我们生技跟新药的这个创新研发哈，这个部分呢，能够在我们园区里面呢，来做一个这个那个研发创新活动的进行。那最主要思考，我们还是希望说，以台湾目前的产业结构来看呢，过去整个所谓的这个代工制造这个微粒产业的这个产业结构，那事实上后续在整个发展的部分都有一些瓶颈。那我们去了解到说，生技产业它本身它的一些产业的特质来看，那事实上是蛮适合台湾的这个经济的转型。那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那我们是针对这个部分呢，希望未来呢，透过在这边呢，透过一个所谓的转移研究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呢，国内有很坚强的这个基础研究的能量，那透过这个转移研究呢，将这些成果呢，能够真正作为发展到所谓的后续的药物的开发跟临床试验，那它能够把它的这个基础研究呢，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个价值。那同时呢，我们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就如同刚刚院长所报告的，我们也是很真诚的来思考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在为这个环境、为这个生态能够尽更多的心力。那所以在这样的开发定位之下呢，整个生技研究园区它的目的呢，最主要是运用我们所谓的这个目前国内的生技研究的能量哦。那这个能量，我想大家也知道，就是说，以我们目前中医院这边哦，最主要是集中在我们中医院这边。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基础研究能量的部分呢，那事实上我们还在这个计划里面呢，还协同的包括一些相关的单位哦，包括国家实验动物中心，那包括经济部的一个生技技术开发中心，还有这个生技整个育成中心的部分哦，那还有卫生署的食品药物管理局这边哦。那事实上它都是我们整个生技研究园区里面的所谓这个生技或者是新药创新研发的阶段里面呢不可或缺的这样的角色哦。那透过这样的整合呢，我们希望呢我们这个园区呢它将来所研发的这个成果呢，那事实上是可以转化为所谓的新药或者是相关的生技产品哦。那这个产品的实际的这个包括后续的临床啊或者是量产的部分哦，那都可以转移到其他的园区哦。那我们了解到说，国内呢目前呢也有一些生技园区的开发哦，包括像说南科也好，那新竹也好，那这些园区后来后续呢其实也可以搭配我们这个园区我们这个研究园区的研发成果哦，来做所谓的后续后面的一个接棒的任务哦。那事实上整个在定位上呢，我们的园区跟其他园区它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定位。那所以这边也要跟各位来报告，就是我们这个园区的特质哦，那有几点也要特别来跟我们各位先来做一个说明。那首先呢，它的一个特质来讲呢，它事实上它是一个所谓的纯粹研发型的园区哦。那这个研发型园区，如果就整个园区的意向来看呢，事实上它跟我们目前的不管是中院也好，或者是一些大专院校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哦，事实上是很接近的。那虽然它取名叫园区哈，但是基本上不是所谓的科学工业园区，或者是所谓的工业区的这样一个概念哈。那最主要这边呢，它进行的是一个研发的部分。那这样的研发呢，我们认为说，它将来它不但只是单纯的去针对这个产业的一个转型哦，那所谓的这个国民生计的一个所谓帮助的一个部分哦，那它研发的成果呢，事实上也可以后续来应用到提升到我们的整个医疗品质跟国民健康的生活水准哦，那所以对我们整个人类的生活也是有帮助的。那同时我们在这里面呢，透过各界的意见跟考量哦，那也包括我们院区里面哦，
有很多资深的这个生态环境的这个专家跟老师的一个协助，我们也希望说在环境生态的部分来做一个这个提升跟强化，所以我们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生技跟生态的这样的结合，那希望来推动我们园区的一个计划。那整个这个园区的部分呢，事实上也是这边也要跟各位先进报告，就是说在整个审议过程里面也有人提到说，我们这个园区如果说设置在其他的区位不管是林口啦或者台南啊等等，那事实上我们考量的是说整个这个所谓的群聚效应那因为我们了解到说以现在目前这个设计区域来看呢，它比较能够跟我们中研院这边的目前的一些不管是设备仪器或者是相关研究人员来做一个结合跟整合那这个是有助于它后续的研发能量的一个扩充那所以在这样的思考之下呢，我们也针对各界所提的意见呢，多次的去进行我们的方案的修改那包括我们目前所提出来呢，就是我们整个园区的配置来看呢，它是属于建筑物比较集中的那包括这边是国家实验动物中心的配置。那过去呢，大家认为这个古山洞虎鼻的这个范围里面呢，那包括刚刚所介绍到的目前这个堆填土堆高的这块区域那我们也是参考了包括我们院内的刘义章老师的意见认为说我们其实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个部分呢，把这边的土呢移除掉，那去设置人工湿地富裕区在我们的园区范围里面呢，我们去恢复到这个尽我们最大能力去恢复到古山洞虎鼻的这样一个功能那这个功能不管是在后续在这个所谓的蓄洪防洪的调节的部分也好，或者是说在整个生态环境的连接上面也好，事实上都有它特殊的意义那也就是说我们透过今天透过这样的方案的规划呢，我们了解到说以目前的现况来看呢，202火工区的这部分呢，它虽然是整个是比较空旷事实上这个空旷对于所谓的动物的迁徙也好，环境生态也好，它不见得是一个有利的条件那我们透过一些人工湿地富裕的这样一个过程的导入去改善它的目前的这些现况。那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我们整个园区的配置我们方案的配置呢，也都大多是利用它的目前的不管是厂房或者是一些现有的平坦的空地也就是说对于它的现况来看呢，南北两侧这个山坡地的部分呢，我们是完全没有做任何的耕动这是我们对于开发计划的一个构想。那将来呢，在这里面呢，包括以中研院为这个主导呢，那包括我们结合了相关的单位呢，那事实上对于整个生技还有新药的研发呢，都有一些角色的分配那也就是说，这些单位来看呢，它是有各有各的任务那因为透过一个共同合作的这样一个形态去完成整个国家在这个生技研发产业上面的一个任务的交付。那在审议的过程里面呢，委员的一个指导呢意见呢，我们也参考了。那包括我们后续呢，我们这边也提出了，未来我们这个园区呢，它是会成立一个园区管理委员会那在这个管理委员会之下呢，我们这边也是等于在过去的整个园区开发也好，或者过去国内的相关开发经验也好呢，我们呢除了这个过去既有的这个环境安全卫生的这个部分的一个落实执行之外呢。那我们这一次在这个计划里面呢，那特别也首先导入了我们所谓的环境生态保育组也就是说这个是未来呢在我们整个环境里面它的环境生态的不管是从环境教育环境保护还有景观美化等等这些呢都是有一个实体的单位去落实跟执行那这个就过去的开发经验来讲，这个是国内可以说是国内首创的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任务编组。那同时也跟各位先进报告，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园区的开发过程里面呢，我们这边也会组成一个园区监督小组那确保说我们整个园区开发的品质呢，能够达到一个更好、更理想的一个境界那这个整个管理委员会的园区管理委员会的这个组织架构那事实上这个也可以说是创了国内的目前整个开发案例的一个先例那也就是说这些实质的对于环境生态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监督工作的这个落实那都会成为后续相关开发案例的一个典范这部分也特别跟各位先做一个说明。
那我们在第三点的部分呢，也跟各位来报告，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怎么样去思考，说怎么样能够对环境生态有更多的一个争议的部分哦。那刚刚也跟各位所报告过了，我们整个人工湿地富裕区的导入哈、哦，它对于所谓后续的生态保育的连结啊、这部分呢都有很实质的功能哦。那同时我们也透过这些整个。包括是动物栖地的一个有效的连接，包括是水域的连接哈、哦，这些过去呢被这个所谓的草地空地所阻断的这个部分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一次的开发的过程做一个有效的改善。那这里面呢，其实是有很多的细致的想法哈、哦。那以这个人工湿地来讲呢，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说，这个不过就是把土挖开来哦，那个把水灌进来，好像这样就可以了。但事实上，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包括我们院内的这个生态保育专家的一个指导跟协助哦，我们了解到说，其实一块湿地来讲哦，它其实整个配置来看哦，它有不同的，包括像有湿地区哦，还有一些林泽哦，那还有辅导鹿岛这些，那都是整个去确保整个湿地环境的一个多样性。那这个是相当重要的。那我们基地的特质来看呢，它的北侧呢，这边它有一个所谓的生态保育，就是山地、山坡地的部分哦。那这个我们是没有做任何耕动的。那我们特别在这个湿地的北侧这边哈、哦，也有设置了一个低海拔原生杂林的一个富裕区哦。那这边也做一些我们台湾原生杂林、原生树种的一个富裕哦。这都是我们对于环境保育的一个努力。那未来呢？这边它会有一个实质的这个动物廊道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移动的栖地环境哦。那这个呢，过去以南北两侧来讲，动物呢它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安全的自由移动。那未来我们园区开发完成之后呢，这些陆域动物的部分哦，它都可以自由来移动。那我们包括就是包括绿色空中走廊这边哦，那对于整个生态环境，我们也做过很多细致的考量。那这样的一些考量，事实上都是基于中研院过去长期以来在这个包括是生态环境也好，包括生态池也好，这些一个累积的一个经验、哦、那同时呢，各界对于我们这样的开发案，那对于区域防洪的部分呢，是不是会有影响哦？这边也要特别来跟我们各界先做一个说明。那首先呢，是我们在整个防洪规划的部分哦。那我们是以虽然我们的开发面积是 25.31 公顷的这样一个范围哦，但是我们在做水里计算的时候呢，事实上是我们是以整个分水里哦，也就是说整个流进我们基地内部这个支流的它的上游集水区域哦，我们通通纳入我们的水里计算里面哦去做考量。那同时这边呢，过去在环评的咨询会议上面哦。那国内的这个防洪专家，这个欧阳乔威老师哦，也特别提醒我们啊，也特别要求我们要提升我们的，让我们提升这个所谓的防洪设计的标准哦。那我们也参照了欧阳老师的意见哦，将这个整个防洪排水的规划呢啊，来做都做一个完整的，而且是一个所谓规格提升的这样一个考量。那这样一个防洪。排水的这样一个水里计算之后呢，我们也去检核说，未来我们新增加的这个人工湿地富裕区的部分呢，还有相关的这个水利的设施呢，事实上都符合现有的这个排水的功能啊。同时，我们也是透过这个人工湿地富裕区呢，去增加了很多这个未来这个防洪蓄洪的功能的一个面积哦。那过去的滞洪池只有这个白色的这个区块哦，那未来呢，整个蓄洪能力呢，大幅的增加、哦。那这个是对于后续我们四分溪的这个防洪排水呢都有帮助的，这里特别做一个说明。那同时在我们整个园区的这个部分呢，未来这个计划执行之后呢，会跟现况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哦。那最主要是园区的一个开放哦。那各位乡亲可能就是居住在我们附近的这些乡亲也知道说，目前它的园区是被影响所限制住的。那未来呢？一旦我们